我哋而家嚟到古洞南华第，讲紧一个欧式嘅大宅。呢间屋讲紧系6940尺，再加4800尺嘅大花园，连自己私人泳池，超级靓仔。而且你见到成间屋系一个白色嘅外墙、黑色嘅框、蓝色嘅帆布面，然后呢度咧就佢嘅车库。呢、这个车库由呢度去到花园嘅位置都系你嘅。佢最起码都可以泊到4架车，你见到佢架车泊完之后仲有好松动嘅位置，如果要泊入库咧，最起码可以泊2架。而家开车通常都系用嗰啲电插座咧，呢度有2个都方便你。有停完车，你可以顺住呢度入翻屋企，或者我哋行大门入。成个屋苑讲紧系6间屋仔。而每間屋仔都用啲花花草草做曬啲圍邊，咁保障翻自己私隱度。而呢度好有儀式咁樣行翻上嚟，咁就推開你嘅雙子大門。好鬼重！一入門，你一定會俾呢個螺旋嘅樓梯吸引住。玄關位佢做咗一個盆景，即係擺下啲花花草草都靚嘅。梯底嘅位置你可以做啲鞋櫃啦，然後呢度佢做咗啲遮架啦、換鞋凳啦，簡單咁擺低咁樣就可以入屋啦。想直接入樓上樓下，呢度有電梯俾你上落嘅。佢雖然成間屋唔係用一塊落地玻璃窗，但係佢用咗石材同埋框邊嘅窗做咗1、2、3、4、5個大窗，令到間屋係好光猛。廳係分為3部分，一邊就係餐廳區、客廳區同埋一個偏廳區。超級寬闊嘅廳，長度係17米，闊度係講緊6.4米，樓底係4.5米。呢邊就係佢餐廳嘅位置，你見到，因為佢樓底夠高啊，就算佢做咗一個吊燈、10人嘅餐台，都綽綽有餘，你可以任何地方都可以走動到，係好舒服。有呢边就做咗一个回字形动线嘅梳化区，2张长梳化，然后各自有一张主人嘅梳化，坐低系相当舒服，仲有一个大嘅茶几，水晶吊灯靓。佢每边都有呢啲走廊灯啦，呢、这个就系偏厅嘅位置。好朋友讲下啲司机说话，呢度就可以同人倾下闲偈，或者你可以做下啲茶座喺呢度倾都可以嘅。有我哋入到嚟呢度。咁打開佢啦，係另一個更加私密嘅位置。啲男主人或者女主人想傾啲大事或者啲公事就坐低咁樣互相交談，有少少商業氣氛。同埋呢度係冇窗嘅，密封性或者成個感覺就嚴肅啲，同埋佢色調都比較深沉啲嘅，適合私口做公務。有我哋再推開呢邊叫做閱讀室或者一個叫工作室，你見到擺曬啲書啦、唔同嘅陳列品啦，然後有一個窗啦，呢邊就望翻自己內園，有盞燈咁樣坐低，咁攞住本書或者攞啲報告睇一睇，咁樣去思考下，其實幾正嘅。佢每入一層，個私密度會更加大，同埋配置又係好靚。我哋數下，大概要行幾耐先由呢個廳行到去嗰邊？咁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、5步、6步、7步、8步、9步、10步、11步、12步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行25步，我揀係17米嘅距離，呢、這個真係好大。宴客最重要，梗係有好嘅廚房啦。整個廚房咧，個色調就偏翻啡色同埋白色嘅環石面，睇上去就成個格調即刻生活化咗。收納物有好多，然後用曬啲名牌嘅家電，包括咗電磁爐、明火嘅 Mila、Paolo 啦，同埋佢底下都做咗好多收納櫃，佢啲層架都做埋俾你嘅。呢邊仲有個洗衣機、雙星盤啦、伸縮嘅水龍頭，再加個淨水器，由一扇大窗咁樣透放啲光入嚟，俾翻個廚房。成個台面係絕對夠大，你3、5知己一齊落廚，或者請一個 cool 嘅 chef 過嚟幫你煮大餐都冇問題。呢邊就主食區，同埋有一啲櫃啦。呢度都收埋咗啲電器嘅，包括咗雙開門嘅雪櫃啦。你見到成個雪櫃真係好大。然後都有好多收納嘅空間，有個倒台可以簡單做一啲輕嘅餐飲，或者作為一個早餐區。呢度就係佢嘅工人套房，真係好大，
除了擺滿了抽濕機、洗衣機、乾衣機，還有個很大的收納空間啦。工人或者個廚師咁捧住你嘅嘢食咁行出嚟，咁樣上碟，成件事真係好奢華。喺故事或者影視劇嗰度先會見到呢啲場面。而呢邊推入嚟咧，有自己嘅客廁，佢成個客廁俾我感覺就好 only， 中文點講我唔係好記得，好港式 feel 啊！你見到哇哇啲燈啲畫啲牆紙都好港式 feel， 行出去個花園個睇睇。呢啲框门咧，其实佢每一个都可以完全打开。打完开之后，代表出边4850尺嘅花园都变成厅嘅其中一部分。呢个喺市中心嘅 house 好难得。哇，有一个美式嘅田园 feel。呢个就系一个防晒帘嚟嘅，两张大柱啦，将成个空间分割成四个部分，分别咗系烧烤区啦、用餐区啦、倾偈嘅室外嘅 sofa 区啦。然后一个草场，一个平台，最重要就呢个泳池，个泳池系超级靓，哇哇，成个泳池够长啦，一嚟二嚟都够阔，同埋都够深，系绝对游到水。仲有一个按摩池嘅设计，咁你唔游水，你可以坐喺池边休息一下都冇问题嘅。周边就种满啲树啦，可以保障翻个人嘅私隐。你想喺呢边晒太阳又得，而且呢度都系通往车库嘅，车库嗰边可以由呢度落去啦，或者系经过大厅嗰边落去。都 OK 嘅，间大屋就三层，地下嗰层就系4800尺嘅花园，连个厅、厨房、工作房或者更加私密啲嘅协商间啦，仲有个车库。咁我哋可以顺住呢个弧形嘅楼梯行上去。你见到呢啲扶手金色嘅框边、云石嘅阶梯、古堡式嘅吊灯，都话你知呢件房真系靓嘅。成间屋都系四面开窗，因为佢系独立屋嚟嘅，仲要系大屋。呢度就系一楼。睡房区入到嚟呢度，你可以选择由楼梯上或者呢度搭 lift 上嚟都 OK。呢边属于一个起居室，都有电视、sofa、餐边柜。呢度系屋企人嘅公共区咯。咁我哋睇下呢边，哇！呢条路好似行紧 catwalk 咁，好紧正。然后两边都系套房嘅布局啦。咁呢度擺咗張大床，三邊落到床，成個空間都夠大，都有足夠嘅收納空間啦，去擺下衣物啦，都非常之好。又有一扇大窗啦，望出嚟有啲花花草草，同埋望翻啲藍天白雲都幾靚嘅。呢度就係佢自己嘅浴室位，白色嘅，然後金框邊，成個浴室都夠大，用翻個淋浴區，而且呢邊都有個窗，可以方便通風。边就是另外一间房嚟嘅，你见到格调又唔同咗，都用蓝色同埋用格仔纹嘅，应该系男嘅小主人摆咗张床，三边落到床，呢边就床头柜，然后都有一个好大嘅衣柜位，两边都可以收纳。呢个浴室就好奢华，一体式嘅洗手盆啦，然后一个 corner 嘅贵妃缸，然后呢度仲有啲壁暗摆晒你啲嘢，门口位。可以推出去，正常你沖涼就要落簾嘅呢度。最特別咧，佢可以通翻去好大嘅露台，同埋呢個露台咧，起居室用到，呢邊嘅睡房用到，另外嗰邊嘅睡房都用到。呢個就係室外嘅起居室啦，基本上都係用室外嘅 sofa。你如果驚曬嘅話，上面可以掛啲簾篷，咁可以擋風擋雨都 OK 嘅。有呢度你可以望翻自己泳池啦，望翻自己花園，超級靚。同埋你摸到呢啲石係好舒服、暖手嘅。由呢度睇一睇另外一個睡房，呢間睡房就大好多啦。張床三邊落到床，呢間房主題就係啲昆蟲，好特別。仲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做其他佈置啦，包括咗你嘅書房。呢度仲有一個花園區，屋與屋之間，不過呢個花園區係屬於你嘅。喺呢度種下啲花花草草。同啲大自然有啲直接嘅接觸都幾好。總之咁大嘅空間你自己諗啦。呢間房都係特別少少，佢用趟門嘅。然後呢度就係一個大嘅衣櫃啦，然後呢邊又有衣櫃。呢度就有豪宅嘅五件套啦，包括咗一個按摩嘅浴缸。呢、這個我第一眼望過去，我以為是電話嚟嘅，喂，都係金邊大理石，成嚿嘢真係好高級，同埋佢。下面都是用砖石，
雲石鋪砌曬成嚿嘢，靚嘅。邊仲有窗望翻自己嘅樂園？做大事嘅啲位置、空間十足。有呢度淋浴嘅位置，你見到呢度係磚啦，咁呢度係講緊啲軟磚啦，一路鋪落去。咁呢邊就用曬啲木板，都特別啲嘅。又再順住再行上去就主人房，今次我哋就唔行，我哋搭電梯，部電梯可以到曬三層，我哋等一等啫。哇！咁由個電梯出嚟，呢度成層都係主人房，咁主人房真係好大喎。你諗下呢個偏廳，淨係純粹男主人、女主人自己共用，然後坐喺度喺度傾下 happy wife happy life 呢樣嘢係咪真嘅？有呢度仲有啲飲品區，或者係做一下啲小型嘅雪櫃，擠喺度自己有啲私夥嘢飲，有掛啲畫。有呢度就其實係一個化妝間嚟，我哋等陣去睇。開開個門啦，主人房你見到係同下面個廳嘅長度差唔多㗎。如果計埋佢嘅浴室區，係接近一模一樣。呢度就佢嘅主人床，三邊落到床基本㗎啦，然後自己有個窗台仔。有呢邊就係佢嘅梳化區，個人嘅休息區啦，即係喺呢度自己可以睇下啲自己中意嘅嘢，又唔使同小朋友爭電視，通常都冇乜可能爭電視嘅。做得老細呢啲貴人羨慕，有幾可以睇電視啊？都係有一個細少少嘅露台位，揾得滯就行出去望下出面嘅風景，出面風景唔差嘅咧。有呢邊廳話，哇！这个淋浴间白色的云石尾，下面的玻璃金色的结具，超级靓。做大事的地方超级大，是个马桶要换一换，换做电子马桶会少少。然后再入到来有两个星盘，然后它下面都有足够的收纳物，然后有个化妆镜，很巨型的按摩浴缸，就女主人的化妆间或者衣服间，化妆衬衫，帮小朋友化妆坐在这里，或者一些姊妹来到她跟她化妆都可以，每个都有足够的收纳空间，基本上你可以数下几多个柜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个柜，每个柜都有这么深的空间给女主人装她的外衫、外包、首饰、喜欢的衣服、鞋袜，她差了一样东西，全新的可以装在这里，化完妆就开门走 ，OK 嘅。你系想偷偷出去玩嗰阵，就可以唔使经过老公就可以出去啦，非常之正。就浴室出面嘅露台啦，虽然我唔系好明点解浴室出面要整个露台啦。望翻自己花园，望出面嘅远山，呢边就向翻南，非常之好。两个露台应该相连嘅，因为成层都系主人用嘛。不过佢分开嘅原因我都谂到嘅，因为呢个系一个浴室区，咁嗰边就女主人啦，咁呢边就男主人嘅空间啦。男主人都有三边的柜，咁都可以装晒佢啲衫、西裤、啲袋，或者啲饰物、手表，全部都够佢空间摆。呢度都有个洗手盆啦，都系大理石面，仲有一个办大事嘅地方，男主人嘅淋浴区啊，仲有得坐呢样嘢，我中意。呢层系整咗两个厕所。即係供一個婆一個，可以奢侈到咁嘅，有錢人嘅世界我係諗唔明嘅。成間屋超級靚、超級大，呢個屋苑係以一個豪宅為定位嘅，所以佢嘅管理費都係豪宅嘅水平，講緊係8.31呎，6,940呎乘翻8.3，57,600元每個月管理費。呢層樓你有估下發展商賣幾錢？現時佢就招標賣意向尺價應該大概17,000左右。似啲單位，老闆你又中唔中意？有冇興趣？過嚟睇一睇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拜拜。